Hello， 大家好。咁话说咧，有一日咧，我就喺街道经过一啲嘅寿司铺啦，有啲寿司铺。咁通常嗰啲寿司铺咧，即系餐厅形式嗰啲，都系一啲回转寿司嘅形式啦。咁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啦，有冇方法可以令到唔使出去食都可以食到回转寿司嗰个形式咧？系啦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次就会拍片做一做，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个效果，就系回转寿司咁样嘅。冇错啦。咁啊，为咗整呢个回转寿司嘅机器，即系嗰个形式啦，那个方法啦，我就买咗呢一个啦，系啦，哇，即刻冧晒 ，OK。咁啊，大家可能未必睇到啊，咁就系呢一个，唔知睇唔睇到呢个火车头，你过晒嚟啦 ，OK。咁啊，就试下可唔可以整到嗰个效果啦。首先咧，第一步咧就系需要砌咗呢个嘢先嘅 ，OK。咁我哋先拆咗一件拆出嚟先啦。大家未必睇到啦，咁啊啲路轨咁啊，冇咩特别啲路轨 ，OK。咁啊有两款咧，你见到咧佢呢个位咧系分叉位啦，咁样睇会睇到分叉位嚟嘅。咁我自己就应该冇乜用啊，因为我净系想要圆形嘅 ，OK。好似喷得烟嘅呢一个，得啦。咁大家见到啦，咁啊有一啲就系火车嘅车头啦、车轨啦。這個應該是載客那些，然後有很多路軌都不錯摩洛，即是好像幾過癮一樣。 OK， 那我們來先拿完路軌出來先，都幾多下啊大佬。它這個是好像說有 4米或者7米長度的，一摸上手不非常之膠質，還有這個是什麼來的，這個這個是給電它然後動啊，唔知睇唔睇到啊？佢呢度写 smoking oil， 系啦。咁然之后咧，呢一个哇呢个呢个咩嚟噶？究竟系咪即系佢呢一个应该系个车站买站咁咯 ？OK， 咁但系其实我呢啲唔关事。哇呢个好重啊！呢个劲重手。OK， 咁啊俾大家睇下构造啦。咁个构造咧就系有咁个车头啦，有车头。咁呢个位。呢、这个位置是车头啦，然之后下面有好多个辘啦，呢、这个辘就左右转嘅，咁仲有另外有2466个辘啦。好啦，呢一嚿就连接住啲电，插喺边噶？我插喺呢度嘅，然后将呢个插喺呢度，咁然之后后面呢个就应该咁样啦，再逐个车轨咁样，系啦，大概就系咁啦，但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啦，大概就系咁样。咁啊，第一行呢个啦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咁嘅 ，OK。咁啊，完成咗呢一个嘅交通工具，然之后我哋就要嚟到砌呢一个路轨嘅环节咧。砌呢个路轨应该都几麻烦啊。OK， 咁啊，大家可以见到咧，依家已经砌好咗个形状啦。系啦，咁依家就系咁嘅样啦。OK， 咁佢哋咧系会搞啦，见到。咁但系都冇办法，啲猫又最中意搞搞阵嘅，好。OK， 咁依家咧已经整好咗个圆形啦，系啦，咁个圆形就系咁嘅，咁呢只嘢唔知道搞咩啦，系咁搞搞阵啦。OK， 咁就真系好啲铰剪啦，唔好俾佢玩啦，因为佢哋咧成日都会玩铰剪嘅。咁中间呢一嚿咧就系嗰啲咩站嗰啲，哎，见喺度喐个路轨，咁啊仲有一啲嘅呢啲嘅散桩啦，系啦，咁啊仲争两条嘅弯曲啦。然之后就两条分叉啦 ，OK。咁依家就插啲电入去啦，四粒，哇好简陋啊网络，掂唔掂啊？好，搞掂，入齐啦。哇，佢啲弹弓好似完全冇弹弓咁，即系入咗落去好似都冇咩反应咁。好，我哋嚟啦，顶，原来前后调转咗，测试一下先啦。佢未上轨道嘅时候，我哋测试下佢嘅个动力啱唔啱先。好啦，咁就系。哇，好大声喎，好大声喎，咁试下摆喺呢个圆圈度，俾佢转一圈先啦，不如，咁我拎走一啲嘢先，咁我哋嚟啦，先摆上去先，出发 ，Go！ 哇，完全去唔到喎，而家试下啦，再，诶，得啦。有烟喷佢啦，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有烟喷？诶、哎，
有事故，有事故，边一格啊？点解啊？咁难嘅咩？诶，得，今次得啦，我 feel 到你得啦，今次，我哋唔好尽量唔好喐佢。OK， 啊，各位，妹妹，妹妹快走啊！喂，出鬼啊！佢真系会出烟嘅，但系咧，佢嗰啲唔知咩烟嚟嘅。OK， 我哋再嚟个。佢真系劲难玩喎，大佬。首先你要搬晒佢上去嗰条轨道度啦，然之后咧再对啱唔啱位，唔啱位又重新嚟过。嗱，你重新嚟过啦，可以。OK 啦，各位又再次 OK 啦。咁我睇下佢会唔会脱轨先，首先吓。如果唔系咧，佢咁样转化咧，我哋唔使食噶啦。哇，出晒嚟喎，大佬个头。貌似 OK 嘅，望落都啊。OK， 咁我哋进行第二个阶段啦。OK， 各位。OK 啦，好似。哇，完美。哇，有 feel 啊！依家完全系嗰啲乜鬼啊，回转寿司嗰啲乜鬼嘢，快速列车咁样啊，完美啊，仲识喷烟添啊，我噶，虽然嗰啲唔知咩烟嚟噶，喺呢度喷烟啊，喺呢个窿仔度喷出嚟噶，嗱嗱去到有烟喷嘅。大家未必睇到啦，就咁睇。